前几天从历史文化的演变，直到隋唐以后，汉唐的兴衰展开了，整个是禅宗的天下。唐代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统统一大转变，而且由西南到西北的，包括中东、土耳其、伊朗，当然包括了印度文化，而且包括了这个外来的民族，我们开放发展的移民，经过的大的转变一个结果。构成了中华文化。所谓唐代的兴衰，跟汉代就不同了，大大不同。而且领导国家天下的唐朝的天子，古代的名称啊。皇帝、天子都是领导人，家畜姓的。并非完全汉民族的系统，经过的混合，文化也混合，所以念到。唐代文化以及科学宗教的发展，这个气派是非常大。这个时候，西方正进入罗马教廷、天主教统一西方文化，在西方人的历史文化发展上。黑暗是西方文化的黑暗时期，可是在东方的中国是大放光明，非常开展。我们已经讲过，奇怪的南北朝200多年的变乱，就是民族文化混合的变乱。当然是政治、经济、军事的混乱时期。可以说，我再提一句，大家注意：南北朝是第二个战国时代。尤其是北魏。北方黄河一带，是为移民挣来的，各种民族变成汉民族，采用中国文化的帝王政府的制度，建立了北魏的王朝，今天残留下来的。所谓灯光笔画蜡印光石窟等等等等，都是那个时代壮观，非常壮观，也很混乱。中间力争文化，又指佛教的形而上的
思想，形而上的行为，生命科学认知的行为，在这个阶段辩论的很厉害，很厉害。大家没有好好的读书，自己的历史搞不清楚，南北朝的历史，北魏的历史，譬如大家晓得宋朝，后面的宋朝还有辽征元，大家读中国史只晓得唐宋，宋朝没有统一啊，后面半个中国辽征元，东北的少数民族起来的天下。可是我们研究历史呢，很少人融会贯通辽征元的历史，他也全盘接受了中国文化。这一讲我又变成在给你们讲历史扣源，要麻烦了，因为担心你们历史实在太不清楚了。现在回转讲南北朝这个阶段，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论辩，很严重，不但牵涉到宗教的生命有神无神，就是人的生命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究竟有没有前生，有没有后世，牵涉到唯心唯物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早就在讨论的很多很多。讲现在一般人念到这个，如果你真懂得古文，看自己的历史文化，看现在的小儿科都辩论过的。当时参与辩论有神论无神论为神为物，主张有神论，有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中间一个大手笔是梁武帝，他自己也参加学论文，所以梁武帝这个人也非常奇妙。我们现在后世念着历史，说他一手创业做皇帝，一手自己国家亡掉，他活到80多岁，死亡了，给部下判决亡的。可是最后卧死在台城南征，他讲两句很伟大的话，我认为任何人还讲不出来。哎，他最后可能在别的庙犯神物的，他吃素打坐的时候，爬到树上有鸟窝，摸那个鸟大吃，跌下来更跌伤了，这么热，可是他没有什么部下饭店后政侯政啊，好叛变，邓辽南征亲自见他，后称他提拔了他，这个孤老头了，这个皇帝给他困住了，一个人把他软禁在那里。可是后政一见到他的时候，一身冷汗发抖，吓死了。可梁武帝也没有骂他，看看他，所以两声的在壁，侯正自己冷汗出来发抖，就这样，我再也不要见他了，这个死老头。他讲了一句伟大的话，我是任何人，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也否何憾？这个国家我建立，我手里办了，
等一场好赌，赌输了就输了，天下知我得知知我失知，没有什么遗憾的。一般读历史不注意这些，我觉得很了不起，我是他很有一点像样学佛的人。他跟北方北魏一样近，也受了感染，提倡中国文化，大学中庸抽出来又以中庸讲性命之学，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他这些给老庄配合，自己拼命学佛，持素念经，到了做皇帝的晚年，变和尚哈和尚。所以我想今天的佛教能够存在，还是吃他的饭。佛教里头现在念的梁皇忏，这个忏悔文是他做的。为什么举这部梁皇忏呢？他的大太太皇后很漂亮，女性的妒忌心，吃醋的这个妒忌心最厉害，厉害的无比。所以梁武帝当年出家那个生活，当然旁边妃子宫女就是没有啊，可是这个皇后死了。死了以后啊，托梦给这个梁武帝一看，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变成一条大蟒蛇，很可怜的大蟒蛇，在他前面跪下，皇上，我一生错了，犯女生的妒忌的心理太大。罪孽果报啊，现在变成大蟒蛇。你是有修行的人，听我忏悔吧。因此他集中了佛教这些经典，写了一部经叫梁皇忏，忏悔的忏，后世叫了梁皇，梁皇那个梁武帝的梁，皇帝的皇，就是小爷梁武帝。这一部忏悔文现在庙子上拜个梁皇忏，庙子哎呦很严重的，一堂法会坐下来，你像这些大庙子拜49天的梁皇忏，那现在讲生意经起码有好几亿口香火的钱挣来。我说到今天为止，佛教吃的饭，以宗教来讲还是吃的梁武帝的饭。另外他要关心历代的战争，水陆死掉的亡魂太多，当然这不是他完全那个，还有水陆忏，所以庙上这些做法会，你看看五台山啊、峨眉山啊这些大庙子，常常要这个法会，我说都是吃的梁武帝的饭。这个时代到了隋唐以后，禅宗一起来，把这个宗教外移不掉。什么是佛？心就是佛。什么是心？心本无性，应正有。当然玄奘法师回来，唐太宗希望他做宰相，
这个都跟你们讲过的啊。他当然不干，翻译了大般若经，翻译了很多经，又去发相为识的，大家一般学者认为发相为识最难懂，并没有难，反正衬托了禅宗，讲清楚了，发相为识是用人文科学逻辑的方法说明形象，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关联生物之间的。禅宗直接叫生物医学的卫生理论称的法门。是这么一个唐代禅宗兴起的局面。刚才讲到马祖，又提到马祖这个阶段创建了丛林制度，在唐代已经实行了。真正我们做比方，真正的哪些在做比方？共产主义的一个社会，丛林制度。我们，你去研究这个制度看，啊，共同有衣，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衣服穿，经济平等，啊，使用钱财平等，一切无私，一切归公。百丈丛林的制度，这么一个社会，同时帮助了唐朝那个时候没有社会福利的思想，做到了国家社会的福利的思想。西方人讲中国没有社会学，我说你小孩，你再不懂。佛教的丛林是办了社会十年，他没有标榜，还是鳏寡古都，都靠庙子上面寄生。譬如讲一些小故事，是丛林制度后来宋朝的中国，我常常告诉大家，你注意，我们现在推翻满清到现在只有98年，还差2年是100年。嗨，这个我是中国3000年来教育，国家政府朝廷没有出一个钱呢。你听到什么汉唐宋元明清有教育制度出钱吗？没有啊。教育是归礼部管的，礼讲礼貌的礼，在上国属于天官。我们几千年的教育靠民间自动自发自己教育，教孩子教出来，跟政府两回事。自己子弟教勤才，成功了国家稳得稳的，政府是拿代价来把你调走了，钓鱼呀，什么呢？公民把你调走了，读书亏就管考起来就管。唐朝的考试制度开始隋唐，到唐朝更明确了，把知识分子用考试的制度、公民科举统统把你收入，不愿意进入这个圈子的跳出来就和尚，就到禅宗入学去。所以过去谈历史
欧阳修写了《升堂书》，就感叹唐末五代没有人才，王安石就反对，看你这个玩意儿错了，唐末五代的人才才多了，都是帝王将相之才，到哪里去了？当和尚去了，修禅宗去了。啊，王安石的观点不是偏见，几乎是个定论。这个时候我们讲到刑法啊，今天讲到刑法，譬如禅宗很重要的几句话，你们记住吧，现在大家打坐可以打开黑板，没有关系，可以亮光了。我讲一下啊，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这个你们可以闭嘴了，不要打断。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这是禅宗了。你看这个严重吧，唐代禅把宗教所有的宗教外衣内服统统剥掉了，服都，但是剥掉没有，我认为没有剥掉，他还严重的建立佛法的精神。佛说一切法，打坐修行念佛练功夫各种，为度一切心，心当然包括人的感觉知觉烦恼思想。我无一切心，假设我心没有这些烦恼，也没有感觉这空灵，何用一切法？这是禅宗。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历史的，以历史做本位，说这个禅宗的当时的威风，中国文化的那个威风一下这么扑克那么大那么厉害，他扫荡了南北朝以来为生为武有神论无神论的争，建立了一切卫生的生物意愿，而且变成生活化平淡，就是儒家的书《大学中庸》呀说的“己高命而道中庸”，最高的就是最平淡的。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生，我无一切身，何用一切法？这是禅宗的精华所在。不过你们听了是哇，这个好啊，所以不要迷信。你讲这句话，你已经有心了，就需要佛法来度你。我无一切身啊，你心里完全空灵了，这道自身本空，心也空，无也空，一切皆空，那当然不需要佛法，已经自己都是佛了嘛。这个刚才是板子大家啊，好啊，哦，我以为那个能拆了香板，我要听话。哎，那么心怎么用呢？
永嘉大师告诉我们这句话，六祖的第一弟子禅宗，心是根。你看永嘉大师的正道过，当然不是我捧温州人，他实在了不起了，永嘉人。心是根，法是尘，两种有著正相含。看得见吗？后面心是根，法是尘，两种要是正相恒，恒极的恒够正聚去掉的去光是现，心法双旺圣极正，命生皆生。讲命生皆生，它是心是个假名，生如明正来，还叫明正也回来，都是空话，这是比喻。生这个法之成，思维一切的法则，一切的学问，一切烦恼思想都是灰尘，把这个本来清净正盖住了。生之根，法之成，这两种都是正上的痕，政治上的痕迹都不是，都要说实了。你心也空了，就是我们无一切身，何用一切法？根啊，恒够两局光实现，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光实现心法双旺，一切皆空了，圣即正。那么用心如何用心？永嘉大师用的真是了不起啊！有一个节奏大家记住：叉叉用心时，叉叉两个字，我们这叫叉叉，有广东话叫安安啊，是不是啊？啊！台湾上呢，啊，又是一个发音，咔咔啊，咔咔用心是，恰恰用心是。当我们思想意识有感觉要执着起来用的时候，是咔咔，恰恰用心，恰恰无声用。你行了，因为心境空灵。譬如说，我说。张大法官啊，因为他心空灵，就会打佛。恰恰用生死，恰恰无生用，无生恰恰用。另外无生，生也空灵，这即此用，离此用。无生恰恰常用，恰恰无。我们的心本来。用过来去，即此用，离此用，是空的。这种不是普通的定，这种也不是普通的止观，这叫如来大定，也没有定，也没有慧，本来清净无为，恰恰用生时，恰恰无生用。五声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可是，一切众生迷恋了，你前人又比智慧越高的迷得越厉害。智慧高的人给一界知界所迷，所知所见的迷住了。智慧等你在的人，等就是慢的，智慧大家都一样，只有两个代名，一个利一个等，
一把刀一样都是刀，一把刀是很锋利，一把刀是很钝啊，七你八都过不动，就是钝刀。可是钝刀它本质还是锋利的，所以真正的智慧，一个聪明，一个钝，一个利，就是两方面，都是一样平等啊。所以恰恰用生是五生恰恰用啊，他也说明了。因此永嘉大师讲到禅定，他的禅定形容得非常好，唐代的文化这两个字，心性清醒，清醒头脑清醒，清净清醒，不是头脑，心里头清醒，心性寂寂宁，什么都没有，空空洞洞，寂灭。所以讲你打起坐来的心生寂寂之事，头脑很清楚，什么都没有事，可是什么都知道，清净心生寂寂，散乱心生非，在哪里静坐下来，好在清净心里都乱七八糟，思想停不了，这已经不行了。心生寂寂是对的，散乱心生非，寂寂生生是心里很清净，外面放下一念不生，寂寂生生昏沉寂寂非，可是什么都没有，头低下来昏迷了，这个不是真，这你坐在哪里睡觉。他又告诉你用功夫像吃药一样，不要吃多了就生病，营养不够了要吃的药过分就生病，心生清楚，心正头脑太清楚了，变成散乱。心生是药，清醒是药，散乱是病。散乱的病要积极来治，放下寂灭。积极来容易，这个是药，吃多了别昏沉，就要生吃生生那个药。好、太精彩了。知道没有？什么叫得定呢？你以为得定什么都不知道，那何必受苦呢？吃安眠药就好了。这不难，以为得定什么都不知道叫做定。哎呀，我脑子怎么越做越清醒？老兄，恭喜你，脑子清醒还不好。哎，但是清醒过度了就不对了，算乱，清醒寂灭。就是不认性欲，明正待明正也非台啊。什么是定正在呢？既不散乱也不风尘，心生寂寂是啊，散乱心生就非不是啊，讲得太清楚了啊。那么我们用我们的心证，下午讲到了什么是禅宗呢？你看古佛底下怎么再提啊，你们这月楼都有嘛，就翻开看七佛的节制，几乎同一个道理，不二法门就是一个，没有两个，
什么是佛？心即是佛。什么是心？心本无性，应正有，且正若王，心也王。这是我们重复下午总算还今天的第三天第四天转到禅宗这条路线来摸一摸看一看。这是禅宗与唐代的文化的影响太大了，可是呢在中国文化这个里边还有那么这个唐代的口说啊，唐代有他的口说，阿拉伯的王子也进来，可是唐代中唐代李家的天下很伟大，天主教进来长安给他修天主教的庙，那个时候叫正教，天主教的正教，现在你去考察还有正教的碑在。当然道教是李家的，在政府里头排班，皇帝姐妹家，皇帝是僧侣的，占第一位是道士，因为他的教主李老端僧侣的，太上老君僧侣，佛教排第二位，最公正是佛教，可是排班呢有差别。天主教来了一样给他收庙的，回教来了的，还有一个教你们不晓得了，波斯教，伊朗这边不显教，有个显字，你们会写吗？大家不要念错了，也能妖怪的妖了，这边的妖，显教，也在唐代，他也让，那真是宗教自由，啊。意思呢，这个波斯来的伊朗来的显教又神通的画符念咒的，这个就是埃及文化的过来的，这个文化的大交流你搞了。当然这个时候唐代是打开了丝绸之路，所以我说中国的市场你们讲上海广香港搞清楚啊！战国时候中国的大市场经济征用活动中心在领资啊，这些淄博啊山东啊奇怪啊，唐代是在扬州啊，丝绸之路打到这边还没有靠海，到了宋朝呢，中国市场在福建的漳州、泉州啊，海上交通开始了。所以你到福建泉州、漳州，现在还有回教的庙，还有回教的土耳其的王子留在福建了，住下来，后代发展，现在都有啊。清朝就变成上海，我说你看到吗？再过几十年，上海已经不行了，就要移到城市列岛去了。经济发展也是一个次序，这种文化结合了，非常奇怪的事。很有意思，哎，我不要讲到这里，把你们演坏了，心里也搞乱了。现在生生几几事啊，散乱，我一讲，你们会散乱，散乱，生生就飞了，不是了。好吧，大家哦，到时间了，哦，再站起来，今天一天难得，你们用功好像很对。大家站起来公正鼓掌，请弘忍师父带领唱念一次忏悔文，心里清清静静，个人忏悔自己一天的事情。
并不是说晚上哭顶才回翁了就结束，等一下还要来的啊。可以。休息一下，别等，休息15分钟吧。